来关心的是台南本土的天狗日，现在已经有71例，国军有哪进驻天狗日的发生上多的林德区，实施这喷油啊加相关的防疫作业。虽然为疫情发生以来啊，都一定有在做清消，不过最近中昼过了后，定定落雷阵雨，有哪好防地的工作正受到考验。28号一透早，新城防护一的化学兵就来到台南天狗日疫情上严重的林德新公里协助户外清消。台南市的本土天狗日累计到目前已经有71例，对通报第一起的本土案例以来，市府都加强个案的徛家以及活动地周边病媒云密度的调查、自清以及化学防治，并且设置采血站进行采样。因为今年流行的是第一型的病毒，大家民众无注意去就医，或者是交叉感染。重复感染不同类型的比较容易产生出血性登革热，那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有26000多个、哦、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这26000多个有重复感染到第一型。2015年天狗日在台南市大流行，当时是造成26000多位的民众确诊，今年疫情又来到真凶，住在地区的民众也难免是很紧张。对啊，我们要每天巡一下，在自己家里要该到的要到，要巡一下，然后刷一刷，弄一弄，然后把疫情可以控制下来。尤其下雨过后，确实要把那些积水容器清理干净，这才是正道。那疫情陆续的攀升，我希望能够唤醒大家一起来尊重我们的环境。近期下晡不时有雷阵雨，反倒天气因素影响防疫的作为。市府表示，目前上重要的是控制疫情，阻绝更加侪人感染。疫情度主新闻降低病媒云的密度，更需要民众做伙配合，防堵疫情。记者郑宏达报道。